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和你一起唱。这感叹埋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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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感叹埋没。买来的，你们随便挑随便选，价钱可比小卖店的便宜多了。我要五张，好，两块五。我也要五张。没问题，上课了。同学们，把课本翻到第十二页，我们今天开始讲。进来。童美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我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回到座位上，现在开始上课。小包，生意怎么样？跟我上楼去，我这儿有点。走。童伟爸爸吧，你好，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最近家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呢？啊，最近童伟上课经常迟到，而且老是心不在焉的。这孩子一向是认真听课，从不迟到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您家里有什么事情？啊，那您也多留心一下他，我们一起督促督促。啊，不客气。回家，要不然呀，会被爸爸发现的。知道了，姐姐。嘿，你们在这儿摆上了？这张我喜欢。五毛一张。没钱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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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这让我陪你玩玩？我就是看看。邓明哥，你真厉害！那是，我跟你一起卖吧。好。爸。是。
学后，我们合唱队练歌来着，所以回来晚了。哎，对，叔叔是，我们放学以后是去排练来着，然后我怕小美一个人不敢回来，嗯，我就等她来着，然后一块儿。叔叔，那我先走了，叔叔再见。爸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以后早点回来，我错了好不好？爸，你别生气了，爸。知道错了，是一字儿。早点钱，我都没舍得花，一直攒着呢。去吃饭，吃好了，身体才好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给我的早点钱，我一定吃早点。爸，你放心吧。以后不许撒谎。嗯，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。放心吧，爸。我想想，哎，没有咱们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哥帮你解决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呀？嘘，你就甭管了。爸，我去上学了。知道了，爸爸再见。小梅。哎呀，哎。哎，吃早点了吗？吃了。哎，韩正娘，韩正娘啊，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兜里十块钱没有了呢。啥钱？我哪知道啊？我没看见。什么呀？就老胡还我十块钱，我在兜里了，你看没了？哎，没有了。那你的钱我哪知道啊？你再找找。说怪不怪？你再翻翻。翻翻阿明，阿明走了吧？上学去了。小兔崽子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说老冯啊，你每天就自己弄这个煤球，一车卖多少钱呢？啊，你这费劲不费劲呢？自己弄的煤
烧。自己弄的烧得好，人煤站弄的才烧得好呢。哎，你是不是要给艾大妈送煤去？人家姑爷都不送，就你天天送，你跟比姑爷还亲呢啊！人，喝酒去。钱啊！你想想，咱们这是小学，小学生能有多少钱？我拿了去二中门口卖，原本只能卖1块钱的，现在就能卖2块钱了。光明哥，你太聪明了。来喝茶呗。这个，这个呢？我看着看着，挺好的，5毛1。我要这4张。这4张，2块钱。爸，喝酒。爸，不要走，那个不要走，求你了，求我。卡片。你这是，妈没事就好。妈别别说，他想挣钱给你治嗓子。孩子要赚钱给你治嗓子，你在打什么呀？啊，孩子要赚。赚钱？你早上那10块钱是不是从我这儿赚的？啊，咱俩谈谈，坐。
会有多少人彻夜不眠的等，还会有多少人总是为你留一盏灯，总觉得时间还很长，团圆还能再等一等，总以为相见永远会在一转身。那时的我不懂家的饭会变冷，那时爱我的人在日夜为我牵挂着，不计较回报的付出，有时我的话很伤人，疼吧？你的心酸和委屈却不曾说出来。你嗓子有希望能治好，我想让你开口说话，和我一起唱歌。你给的爱那么沉，无怨无悔赋予我的人。你真傻，爸爸这么多年都习惯了，要是哪天真开口说话，把别人吓坏了不说，把我自己也会吓得半死，明白吗？爸爸，你可真逗。把时间带快，我来不及感恩。不行啊！哟，田大哥。哎。哟，就一个人啊？伙计呢？啊，去给顾客送衣服去了。这不是初来乍到，什么都得勤快点儿。顾客提什么要求，尽量满足。和气生财嘛，啊。你这几年变化不小啊。嗨，你这抬举了，你坐吧。哎，行行行。那个佟林没来过？没有啊，我没见他来过。哎呀，这个倔驴啊，他呀不好意思来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？田大哥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你不用绕圈子了。那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这不是你回来了吗？佟林呢，也是一个人，你们俩能不能这个？田大哥，我这刚回来不长时间，你就让我潇洒几天吧。再说，佟林现在有小美，我看她过得挺好的，我可不想掺和。哇，小美的生母来信了，没准啊，说过两天能接她走。这不就剩佟林一个人了吗？你们俩续续前缘嘛。你是不是觉得佟林配不上你？田大哥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不是，你要是有这想法呢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。这个毕竟是一个哑巴，又带一个孩子，这不你们俩岁数都不小了吗？你呢也都离了婚了啊。田大哥，岁数大的女人就没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这意思就是说，佟林呢，你很了解是吧？他这个心里头是有你的，那个只要你愿意，我觉得你们俩。田大哥，这些话是他让你来说的吗？不，这是我自己的。田大哥，我是离过婚，但是我用不着别人来可怜我呀，我这辈子就是嫁不出去的，我照样可以活得漂漂亮亮的。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，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婚吗？我就是不想委屈自己，我也不想强求别人，我想找到属于我自己幸福的那份生活。如果我真的找不到，我就一个人过一辈子怎么了？我怎么就不能一个人过了？我不想向命运低头，这叫重获新生，你懂吗？是，那个大妹子，你这你听我说，我去。田大哥，我这儿这个挺忙的，对不起，我还有好多事儿。来，行行行行行。
那你们先忙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，天大哥，谢谢你。老师好，我要唱的歌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好，开始吧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。哎，童梅，等等。老师，你叫我呀。你今天唱得太好了，喜欢唱歌吗？嗯。我想和你家长见个面，可以吗？好。好。哎，回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省城来的赵老师等你半天了。你好。好，是这样，我是特地啊为小美而来的。小美啊是个好苗子，她的嗓子条件非常好，要是能够好好的培养一下，将来啊一定有大出息呀。哎呀，那您可是她的伯乐呀。不过小美在音准方面啊出现了一点问题，如果不能及时的纠正啊，恐怕会影响了将来的发展啊。他问这个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啊？您要是有条件的话，就再给他买台琴，请一个专业的老师啊，对他进行啊系统的训练，他将来啊在音乐的道路上才会走得更远啊。哎呦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对不起，可能是我有些唐突了，您再考虑考虑，如果需要我帮什么忙可以给我打电话。好好。哎，赵老师，谢谢您啊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啊，我先走了啊。您吃完饭再。哦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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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赶回去啊。哎呀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赵老师。哎呀，真是您受累了啊。您这是热心肠啊。您慢走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慢走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回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小美啊，是真有唱歌的才华呀。可是按照赵老师所说的，买钢琴请老师，你说就咱家这条件。没有钱呢，我再想想办法。
在这儿等爸爸。好。你好，请问这钢琴培训班多少钱？哦，学琴是吧？暑期班80块钱每个小时，三个月就70块钱每个小时。一小时80块钱？是啊，80。真想当个歌唱家吗？嗯，我要当个很有名、很有名的歌唱家。为什么呢？爸爸每天就不用那么累了，还能给爸爸治嗓子。我还想听爸爸唱歌呢，爸爸唱歌一定非常好听。迎面吹来了想什么呢？我想买琴。你知道这一台琴多少钱吗？我打听了，这都打不住。这就说明你啊，一年不吃不喝还不一定够，你还有别的开销呢。啊，我知道你呀，为了孩子好，可是这件事情得量力而行啊。啊，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。
暖的生活。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陪我说第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拥有。快乐，干嘛呀？咋、啊、怎么了？急事儿，急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我还没哎，赵老师，你说小美可以去省城上学，学校有琴，还有专业老师，还能住校，不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这么多？哦，你说你愿意帮忙啊？还可以给他申请助学金，还有生活补贴，啊，一定上，上，赵老师，好好好。哎，您看这个小美什么时候去省城好啊？你想不想去省城读书？为什么要去省城读书啊？你不是想当歌唱家吗？我告诉赵老师，你要跟他去学琴唱歌，好吗？不好，我是想学琴学唱歌，但我还是想待在爸爸身边。我不在，谁照顾你啊？爸爸是个大人，还用你照顾？你什么都凑合，我要不在你身边，指不定你把自己凑合成什么样了。爸爸向你保证，绝不凑合。那也不行，不能天天看着爸爸，我想你了怎么办？爸爸给你写信，我去省城看你。再说了，咱们家也没钱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来解决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爸爸，你一定要说话算数，经常去看我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，拜成。法三招：第一，你要按时吃饭，不许在外面啃冷馒头；第二，不许在家喝闷酒；第三，晚上回来记得泡泡脚。爸爸向你保证。鸭蛋，你现在正长身体呢。这鸭蛋你带着，一天只吃一个。爸，你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。
别看了，该装的东西都装了。好。小美，到那儿以后注意安全。谁欺负你啊？告诉我。万明哥，放心吧，我不在，你要替我保护耗子。放心吧，没人敢欺负他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等我去会了弹琴就回来。姐姐，我等你。小美就交给你了，你放心，小美在这儿啊，保证委屈不着。学习方面就更不用操心了，让你再见到小美时啊，会有新的超越。学费，学费，好好，那我先拿着。小美啊，你要体谅爸爸的一片苦心啊。啊，嗯，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。好。哦，我上车了。好，行，好。爸爸走了。爸爸，爸爸。未必回来。大安姑要来看我的，如果要算数。好，爸爸一定会来看你的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要听赵老师的话。知道吗？时间是条狗，拼命啃食它的肉骨头，再多挑逗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，也不会回头。应该想到谁最后不是两手，也不管你有多舍不得，但多么遗憾不在你身旁陪伴。抱歉，我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答案，而多么遗憾我们的故事未完。你教我的勇敢仿佛一瞬间都用，在身体流转。
只剩回忆的血在身体流转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？多少次的寂寞挣扎曾说的。